儿子，你的算命能力恢复了。别叫我儿子，三年前你忽然跟我断绝关系，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叶城起床了，睡醒醒。结婚三年了还不都回去，快起来洗衣服，都新买的衣服要重洗。从叶家和父亲断绝关系以来，我在吴家当了三年的赘婿。哎，家具机会呀，我再回去，你们放心。你眼睛瞎了，这都忘了洗。结婚三年了不给彩礼，什么时候给彩礼？什么时候再跟母亲同床？啊，我取关。银行卡到账300万元。赘婿不在家照顾老婆能干什么？生孩子都没资格。叶城不要，关你什么事？有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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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钱有钱，我这一次。哎，这么早，不用在家照顾你老婆吗？平时俺对他照顾我。赘婿不在家照顾老婆能干什么？生孩子都没资格。是是是。说表妹，你也真会享受，每天都有人给端洗脚水、洗衣服。叶城不要，关你什么事？怎么不关我的事？我们家族那可都是上流家族，哪个女人嫁的不能大富大贵？叶城这个废物啊，简直就是侮辱我们吴家的血脉。嘿，哎呦，哦，哎哎，走，放开我，给我走，有钱，我有钱，走，谁？谁？无关的人，还不快滚！当年因为您父亲的八字相克，为了保护你，才和你彻底断绝关系。叶老中需要种植三年的生机，才能改变命格。这三年来，家族里所有的人都对我不管不问，现在都想起我来了。以后你就不用来找我了，这一个人过得特别好。叶家的族谱现在已经重新写上了您的名字，你已经恢复了身份。什么？我之前被封印了？你现在可以重新算命了，这是世代单传的罗盘，是你之前所用的。少爷，不要提防叶家的陈主任，我低调行事。六，要交代您的资金是不会收的。嗯。这是叶老婆婆交给您的夏国秘籍盲卡，我不需要，我也开始过。叶老，这副我的事你就别再为难我行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什么样的权利，都在你的脚下。走吧。走，继续。爸，那你把我的店怎么算呀？就你这小垃圾店，
洗了，收拾垃圾都没有。队长，看来你得罪人不少啊。老大，快逼他还钱，一会儿那些人收了他的命，钱就要不回来了。队长，人工费加上房租一共5万块钱，什么时候？5万？那你砸我的店怎么算呀？就你这小垃圾店，洗了收拾垃圾都没有。我帮你算一算。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吴总，哎，好，我去了啊。哎，你老板放开。早给你当了老婆，要不就完事了吗？给老板收拾一下。来，我们走。吴姨出事了，快来海天酒店，别停车了，打车过来。妈的，哪个臭到外面的不要命，敢挡我的车，赔了行吗？走不走啊？车呢？别走了，师傅。哎，他妈的！你造什么孽了？带这么个废物回来！你是个名牌大学生，带这么个窝囊废！你说咱家吴家也是名门贵族，你，咱们。不是那个废物开了个风水店，坑蒙拐骗的，还在咱家给拿房租。饭桌上哪个亲戚不是年薪百万？也丢死人了。不是人打车来吗？你怎么7点钟车来？怎么开车这样？妈，你也没说让我打车呀。别乱动，赶紧开车去。妈的，哪个冲到外面的不要命，敢挡我的车，赔了行吗？哎呦我去，真倒霉！哎，姓马，你怎么在这儿？大海啊，不好意思。妈，是他撞的我。气家人，他是你，他们叫大海。我说刚才余贵怎么没碰见夜车，这么窝囊，怎么拿得出手？哎呀，是我管教不好。哎，小海啊，我那么累，我陪你。李总，你找了3年的神算院是余族单传，已经找到了，他叫叶城。你不说还喝不了茶吗？又不会病死，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敲命。哎，亲戚就算了，我呀就当撞了一条狗算了。要的要的，要不丢我们吴家人的面子。这样的话，那你赔5万吧。好不好？哎，你的宝贝要谁中了谁赔。哎，不过一个大男人，连万块钱都没有吧？现在转给你。你有什么用？跟吴姨结婚3年了，每天零花钱才50块钱。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转给你。别给他丢人了。哎。在哪？林总，前面就是了。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叶城叶先生是在这住吗？你找那个赘婿做什么？赘婿，听秀红说啊，他们去海天酒店吃饭去了。啊，好，谢谢你啊。你，那不还是吴姨给买的吗？与其开个风水店，不如送外卖，老老实实好。这就要被发现一下了。
少说两句吧。老婆，你没事吧？要不是因为你，我还用着陪他们喝茶吗？怎么样？你不知道还喝不了茶吗？又不会病死。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需要钱吗？我去给你拿。行了吧，你。到了吗？到了，李总，这是叶城的长相和资料，我们先进去酒店找一找。不用进去，李俊，解决麻烦，把人给我带。好的，李总。你敢打我？快啊！你过来，老实点。问两下，放开我。行了吧，快去开车去吧。妈，上车，我们走。你不就是要钱吗？看一下吧，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看一下吧。妈，上车。妈，我们走。女儿啊，你身体不是不好？已经好了，还嫌不够丢人吗？真不知道我表妹怎么想的，看了这个废柴。请问，刚刚骑电动车走的是叶城叶先生吗？他拿钱去了，你谁啊？他干啥？确定是吴家的叶城叶先生？是他就是那个废物叶子。走开！你敢打我？快啊！你过来，老实点！问两下，放开我！这娘们还有两手啊！哎，谁啊？你呢？放开！叶先生，我们李总求见您。你出身特种兵，他拦不住一个赤手空拳呢。他好像知道我所有的行踪和脚点。一下都没碰着他，叶先生，我们李总求见您。什么叶先生？找错人了吧？我就是吴家的女婿，真有自知之明。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哎，等着，这是五万块钱。五块钱，老黄已经给我了。哎，等着，一会儿把钱转给吴姨啊。别再装了，你。叶先生，卡里有20万，李总求见您。你找谁不行，非得找这个神棍啊？啊，你们找错人了。站住！站住！你是不是真有钱？死家伙！哎，李总，你怎么在这儿？李总，刚刚人脸扫描证明此人就是叶城，但是让他给跑了。你出身特种，他拦不住一个赤手空拳呢。他好像知道我所有的行踪和脚点，一下都没碰着他。哎呦，真有意思！是啊，李俊，给我摁住他！别乱讲，李总，李总，你话好好说。以后不要得罪叶晨，如果他对你动手的话，你死都不知道去哪儿脱逃。李总，李总，你话好好说，我错了，改了，改了，改了。你都知道叶晨些什么？快点，让你说就说。李总，你肯定认错人了。我就知道，叶城啊，他在人家当了三年的赘婿，根本不可能是你找上人啊。李总，刚刚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人脸扫描不会有错呀。李总，你这个身份啊，还是别去了吧，那店很破。他的店在哪儿？说，店到底在哪儿？让说就说，这他店的名片。走，以后不要得罪叶晨，如果他对你动手的话，你死都不知道去哪儿脱逃。走，太气人太气了。叶晨这个狗东西啊，看我不整死你啊！啊，没想到这臭娘们还真有两下子。小张，把叶晨那个店铺啊从这条街上给我消失。告诉我，管你那么多，不照办的话，我把你也换了。哎呀，我说。这行，我就能赚到，你再给我解释。
才几天时间，你快问吧，那是500万，也不是500元。哎，陆爷，你怎么样了？大海把钱退回来了。毛钱！少爷要提防一些逆家的仇人。我老家拆迁了。拆迁呢？房子是房钱吧？别动，另给彩礼，别乱动。500万，不多了少。这钱我很快就能赚到，你再给我几天。几天时间？你快问吧。那是500万，也不是500元。妈，你别听他胡说，你明知道他……不知道是对你赘婿得罪谁了，我听不清。好的，大哥。说不清我就你们离婚。好，500万就500万。我三天就给你。妈，你就别跟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知道还他。那这样吧，明天别上分水店了，分工一年家务，挣够100万，我听承认他是我们吴家的女婿。谢谢妈，你会答应吗？我要去开店。给你脸不要脸了。一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妈好容易送走了。500万一分不能少。凑不齐我叫你们离婚。好，500万就500万，我三天就给你。是不是疯了？你不说是走。你是不是要铁了心和我离婚啊？爷，你要相信我，我现在已经恢复了叶氏的神算和身份。算什么？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我看见说电视听话，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我还以为你要我伤死了你的证据，没想到你还是要靠算命挣500万，怎么这么不靠谱啊？现在不是了。妈，叶城呢？一大早就出去了，赶着偷呆似的。我去劝劝他把店关了吧，赶紧吃饭吧。还算懂事儿，真的把店关了，就踏踏实实的做事了。我买份早餐奖励一下他。昨天开着门呢，怎么今天封条都给封了？等等吧，可是今天的跨国会呢？所有的合作全部取消。对了，跨国今天下午会。哎，叶师傅来了。哎，凭什么？我昨天把房租交了，你还要给我把店关了？你少废话！他就是个女子，本来我死。对对对，没想到。现在不是了。叶师傅果然是神经妙算。就说吧。哎，就你那点子。小吕啊。嗯，李总，把这双鞋买下来吧。好啊。哎，李总，签名。以后啊，我别想在这家做生意了。这样，还不快滚！李总，请进。李总，请。
叶师傅果然是神机妙算，就连工人搬家的这个结果呢，都能够算得这么准时。这样吧，这些损失都算我的。巧合吧？哎，就你面前的同事，你到门口就嗯，那个，你这台啊，有四个问题，我问一个。你可真是个神棍，我只有一个问题。难道没发现的问题，你不叫问题吗？别动。哎，你干嘛？愿闻其详。把你的右手给我。你们这些算命的都是这么占人便宜的吗？你看你们能握我们李总的手。不是。这第一个问题呢，你母亲已患肺病27。这第二个问题呢，你公司有一个大项目拿不走。这第三个问题，明天分手。这第四个问题呢，你失眠靠药物入睡127。怎么样？竟然这么准确。我没发现的问题都是中，全都准确。别动。哎，你干嘛？放开。哎，住手。李俊。我刚才被他自己摁，头脑没那么沉重。哎，你先退下。在我们家族啊，六岁就可以认识全部的人体穴位了。店不是关了吗？叶城难道是得罪了什么人？站住！干什么的？守护李如文都敢骗，他哪来的你？这是不能接。你是谁啊？无可奉告，还不快离开！喂，什么？合同被取消了？等等吧，不是，你是不是怕我骗你？所有的合同全是你的。你有办法解决吗？这整体的问题呢，跟你当时的公司秩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肯定是个呆的人。你现在有没有看？我先去安排一下，两分钟后。守护李如文都敢骗，他哪儿了吧你？问好你自己吧你。他都敢骗，李如一句话就能让你在海市消失。李总，这个就是您推掉恒通的合作商。那我还有一个要求。
一会儿我去南边窗户去看一下吧。好，那我先去处理工作。重新装修的注意事项我都给你写下来了，明天十二点一定要做工。哦，对了，我刚算一下，昨天你推掉的那个合作商，我看了一下，还挺好的，配合做。你是说地下车库的那个女人吗？啊，对。其实这都是小事儿，让她明天再来就好了。哎。这个应该不会算在保修里面。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算的。你那些合作商呢，我一看面相就什么都知道了。然后我妈妈的话，那我还有一个要求。哎，看看我的图像。李总，星海公司吴大海给您送来一份订单，说给您道歉。叶晨，昨天那个大海怎么样？不怎么样。解除和他所有的工作。好的。一句话就断了别人几千万的事，不愧是海城第一集团。哦，对了，最近呢有一个项目是跟大城市合作的，我拿不准，所以说呢，看情况。要不明天吧，我得先走了。行，你的车到了。啊？你这话说的，我哪来的车呀？这么有本事的师傅，居然车都没有。这好办，我可以派车给你用。所以说呢，你最近的出行全都听你的。那就谢谢啊。你怎么在这儿？骗人都骗到这里来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当然要坐车呀。你有车吗？你有资格来这里吗？认识有钱人有什么用？还不是给你当狗而已。车都……我靠，这车可不便宜啊！你就是大海哥，认识是。你的生意啊都被取消了，以后都别想在海城做房。怪就怪你。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吕总。帮帮忙！怪就怪你，该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哪个叶生？哎，我没得罪他呀。这下完蛋了。你这一跳出，走，我这等你了。合同都说退掉了，你怎么还来？不是，我们这个脸皮可真厚。钱，你要多少？500万，一个不能少。本来还想签合同，就偷偷借钱给叶城，让叶城给彩礼，然后我们就可以。没想到，你知道建理事集团里面有多难吗？你能不能少吹点牛啊？原来这要回来啊！朱总，你去哪了？我去忙店里的事情。今天接了一个大单。你不是把那个店关了吗？
你去我店里了？我不仅去了，还被赶出来了。你是得罪什么人了？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我今天给李如算命了，他问的是李如，首富李如。你知道建立这集团因为有多难吗？你能不能少吃点牛啊？我说的是真的。三年了，我心里有三年，我被羞辱了三年。这现在怎么净干些不靠谱的事儿啊？坑蒙拐骗的生意咱不能做，你知道吗？真的是我错。哎，你能信我一次吗？明天再去一次。李如的去。李先生，我们李总有请。这哪家的少爷啊？要做谁家的女婿可真是光宗耀祖了。哎，我怎么看得像我们家谢成呢？都三年了，赶紧想办法跟他离婚。还都有谁？小区最有钱的就是张和了。张和他可不是无意，小学同学，是我们微小时小跟班儿。可真是龙婿呀、啊！哎呀，比我赘婿强多了。叶城呢？这都三年了，赶紧想办法跟他离婚。我还想给你找好人家呢，看那张和就挺好的，他有豪车节奏，多威风。妈，我是不会跟叶城离婚的。哎呀，你还把那垃圾当个宝贝呢，到时候以后不要后悔。你要是着急有事的话呢，进入对手的面前，明天再来就是了。不是，就是。这种小公司的合同，我早就照办了。行，那我们走吧。挂下不稳，开快点！大小姐，家里兵情恶化，你快来！好，我马上来。明明病情好转了，怎么会这样？他年纪大了，抵抗力不足了。医生一定要救救他！放心，李总，我们一定会竭尽全能的。别竭尽全能，一定要救回来！救回来，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人啊，只会珍惜雪中送炭的人，不会珍惜日日出谋。再这下去，你要是病情加重一些，然后我们也就师傅高明。挂下不稳，开快点！给我带来了什么单子？你钱还差你妈还不够吗？合同签好了，贵公司出资一个亿，如果钱不够的话，那贵公司的够了，够了，够了。那好，那我先去忙了。哎，请问李总是认识那些业务吗？李总的爱好我不太清楚，但是最近倒是跟一位年少有为的公子有了。
他给我带来了新的礼物。钱还欠你妈还不够吗？阿舅，信我一次。是什么事？上次你请的中医差点把你妈害死。是不是？你看看就知道了。是什么事？人有第二次生命吗？哎，都是一家人，话好好说嘛。在家免费敬业，是咱们店里人最长的一半。我让你看一看。少装神弄鬼。夜市早就断了传承，世人都知道。是不是？看一下就知道了呀。看什么看？让一个算命的来看病，传出这李家还有脸吗？哎，你再不让我进去看，李母必然恶化啊！放你的屁！我姐敌人天下，来人把他轰出去！李母咳血了。你个乌鸦嘴，不看够，没有允许，谁不让进？你怎么说了？媳妇同心，媳妇同心。不行不行，你放肆！我连我妈都不能看了。师傅怎么办啊？赶快再这下去，一定是不行。哎呀妈了！刚刚打的针竟然刺我一针，哎呀，现在没法挽回了。好了，哎，我滚！哎呦我去！哎，没关系，没关系啊，可准备抬，哎，可准备抬啊！闭上你那个乌鸦嘴，扫不清。你本来好好的，你一来病情就加重。别闹了，我要安心治病。哎，心率多少？关你什么事啊？嘿。命里不分家。切，你罗盘这么行，你能做什么？又想画符水、桃木剑、敲大神那套吗？你懂放这种人进来？对，哎，刚才我说了啊，一天之内不看，李母必死。现在我可看清楚了，一小时之内不看，李母必死啊！岂有此理！闭上你的臭！哎，你放开他！你不讲究贪官制，他是三十岁起的事，二十年打下的江山。34岁生下的李如，对吧？50岁得的科及，今年是他的待劫年。只要过了今年，就是阳关大道啊！你怎么知道？这人不能炸！如今30年，所以黄毛钱不能丢。一定是李如告你的吧？哎，我没告诉他。我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二舅你最近夜生活比较频繁啊。啊，那是。昨天晚上那个姑娘亡灵26啊？什么题？他说的是真的。那还不快把我放开！放开！救人！师傅，这算命的真救了李家母子，那不就显得我们很灵验吗？证明是他懂得挣钱。这人不能炸！老夫从军30年，陪你黄毛小子来指挥。就是，滚一边去！叶生，知道马神都要治好了，怕打脸就走了。哎，考验好了很多啊！那是自然，要相信西医，而不是送的针灸算命、装神弄鬼。是叶先生救了你，快找叶城。
快把窗帘后面那把剑拿出来。叶先生神机妙算。过一会儿他就醒了，日后好好调理就可以了。我去把这个东西放在该放它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吗？姐，你可算醒了。哎，走，那天不能报道了。哎，是叶先生救了你。先等，快去找叶先生。叶成贤的事儿，就是我们李家的事儿。好，叶先生，他在哪？快去找叶先生。叶先生，刚刚是我们永远不识泰山，你能保留个联系方式？李母已经苏醒，他想见见救命恩人。好、啊。叶成，快进来！哎呀，感谢神官，也是在这儿，我们李家待上有幸啊！哎，你这晚辈可担待不起啊！你呀、啊，就好好调理身体，好好休息啊！哎呀，你都给我听着，叶成先生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李家的家人。叶成先生的事儿。就是我们李家的事儿。我和叶氏一族单传派上关系，真是万幸啊！李家有救了。叶先生，这是李家的一位儿媳。听闻叶先生刚出山，还没两车粮。好、哦、好。小小薄离，以后还望叶先生日后赏脸。能来李家做客，相信在不久，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众，在你的脚下。他们还没有来吗？马上就到，我们先喝。李总，可是已经好，你好，我听说已经什么一个亿够的话。好久不见。张恒，你怎么在这儿？最近和李如孙有合作。对了，早上你妈妈来找过我。啊，对不起啊，我妈她没读过什么书。合同谈成了？是啊，很顺利。看来经常在李如面前说你好话还是有用的。李如？你认识李如？我说合同怎么听得这么顺呢？今晚一起喝一杯。对了，我还约了其他老同学。嗯，还有其他同学，也好久没见了。走吧，今晚我请你，改天你请我吃饭，就当是感谢了。嗯，好，再见。他妈的，马上就到，我们先喝。你啊。一会儿好好享受，还没有责任。他们怎么还不来啊？马上就到，我们先喝。好久没聚了。不行了，喝不下了。怕什么？咱俩住一个小区，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哎，来来来来来。差一点，哎，喝没了吗？啊！哈哈我先去拿洗手。这药可以催情，又能让他不记得这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一会儿好好享受，还没有责任。万一让他怀孕了，还能成自己的老婆。哎哎，来，最后一杯，喝完回家。哎呀，这他们都给我放鸽子了！来来，嗯嗯，老婆回来了。
空调是不是坏了？坏了，我应用桃花草。我怎么没响声，哈喽，有人打我！操他妈疯人！站！王八蛋，狗日的！哈喽，有人打我！操他妈疯人！站！他妈的死狗赘婿，你死定了！有没有我丈夫玩不到的女人？我操！啊！母亲！啊！啊！啊！把他给我薅出来！他妈的！啊！导演，砍杀他的手！不急，我要当了这个废物的面玩了我老婆，居然让那女人来保护。不许动她，畜生，你敢动她？家吗？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老公呢？真是好了，你再不来啊，我就要被打死了。李总，帮我个忙。叶先生，我向你保证，以后不会你这样。李哥，对不起，对不起，这是100万的赔偿金，那我们麻烦你了，我错了。少爷要提防一些名家的仇人，尽量低调行事。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许说。刚才谁动的手，把手指头给我砍了。李总，保重身体，先走了。不要啊，徐姐。啊，好冷啊！我老公呢？真是好了，叶初，这是什么？叶初，好人啊！真是倒霉，这才遇见。
没给彩礼，你敢做这种事儿？你，疼！不是想要钱吗？我给你。我怎么在家？我不是应该在 KTV 吗？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你真不要脸！你竟敢和吴一同床，玷污吴一！你知道他要和张赫结婚的。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什么夫妻？给一分钱不给彩礼，你不知道怎么糊弄我姑娘的。妈，你别说了，我是真心喜欢叶城的。闺女，三年了，就你自己挣钱，还一分钱没挣。妈，赚不赚钱和感情是两回事。今天没有500万，明天就离婚。妈，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明天我们只能搬出去了。不是想要钱吗？我给你。别催了，越催骗人了。快，你那个骗去吧。好，你信什么？我给你转。叶城。银行卡到账500万元。你哪来的钱？谁会相信这是我算命赚的钱？三年的骗钱不是那么容易能改善。还是老家三千吧，别问了。还是老家三千吧，别问了。老家拆迁一定赔了不少，我得再要点。这只是你三年在我家吃住的钱，还得拿100万来。妈，收敛点吧，吃相可真难看。哎，你怎么勾着了我二鬼？你知道玩具一号多少钱？20万一平方，这只是一个首付啊。哎呀妈，我来。我问你，那个钱真的是拆迁款吗？这钱干净吗？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那是我算命客户李如给的。李如？你骗了李家的钱。哎呀，我没骗。哎，你不知道现在李家他怎么找上门来了？快，我去看看妈。哎，妈，你把那个钱还给叶城，他骗李家的钱，人找上门来了。不是你来找我，我找你做什么？哎，你们干嘛了？发小事儿！哎，你们在这儿报警了吗？哎，我又不去报警，我老婆在逛街的时候还打了我。妈，你怎么能这样啊？我神经病，他胡说八道的。哎，我胡不胡说你心里清楚啊。你那个出轨对象应该是属猪的吧？没有没有，我正常的很。好吧，今天就把话给我说清楚。现在就去医院，有什么问题离婚就给我净身出户。医院那就别去了吧，你相信我好不好？结婚这么多年不行了，原来是你！你给我走！媳妇儿，走，去买菜去。哎呀，我得去做个检查。好，我正好去上班。哎，走吧。哎，你昨天晚上不是不舒服吗？怎么还去上班啊？啊？我哪里不舒服啊？你都不记得？记得什么呀？我昨天我真是喝了酒，然后就给我送回来了。走了，算能不能翻月亮下了。对了妈，昨天那个合同的事儿啊，好像是张可帮我在里头做出的。
我就说了嘛，你考虑怎么样了？换点衣服就叫你去啊。这叶晨啊，就是个暴发户，还是有稳定事业的男人好。你说那500万的彩礼，还不给人张和一部分？妈，事业归事业，家里娃子女就不太好。张和，阿姨，我自己去行，帮考出驾照，开你的车，好往后请客。什么呀，妈？嗯，早啊，老同学。啊啊，早。嗯，对了，怎么在酒，谢谢你。不过是我还没有答谢你呢。哦，这我们约个地方吃饭吧。行。今天我去录，老师我送你。也行，正好趁因为我妈开走了。前面来呀、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坐在后面。哎呀，客气了，李总。你们都出去吧，我跟叶先生单独聊聊。叶先生，你对男性方面的问题，这样吧。我教你一套我们祖传的手气补阳的动作，每天早上8点钟练15分钟即可。叶先生，请展示。办公室呢不方便啊，回头我录一个视频发给你。啊，那就太感谢了。哎呀，这样吧，我先帮你针灸一下。昨晚是不是？哎，真是啥也瞒不过叶先生的法眼。喂，神来，这腰也有劲儿了，这头也不晕了。往后啊，按时锻炼即可，不用服用任何补药跟保健品。叶先生，一点心意收下吧。哎，不用，上回李老给的已经够了。那怎么行？那，哎呀，那你这款表收下吧。正好我还没送过夫人礼物，要不劳驾李总帮我换个女款的？好。收下吧。好，那就谢谢李总了。哎，客气客气。工牌，贵工牌不出去。哦，我是给朋友送个东西，马上就走。送什么东西？快！哎，我要送什么给你通融通融嘛。马上下来，你说啥？什么情况？他是有需要。你明天不用来。对，先生。你是给朋友上课？哦，对。不信拉倒，走啊！还以为是什么礼物呢，看起来就是超仿手表。不过一会儿要和张和吃饭，带着老公给的礼物，也有安全感一些。彩表价值300多万。什么？不可能！喂，五爷，我到楼下了。这次你插翅难飞啊。
叶城，上车。哟，你们俩真会挑日子。今天连首富李如都约了一位年少有为的叶先生来吃饭。叶先生，嗨，你可别以为是你的赘婿呀，年轻有为这词儿和他八竿子打不着。得了吧，吴姨，你们家那个看到这场面都得腿软。哎，不说那些倒霉话，走，咱们进去。阿秋，需要关空调吗？哎，不用不用。啊，这附近肯定有人在骂我。我们叶家体质比较敏感。哪里来的地摊货？这么次，一定是赘婿叶城送的。不一样，这个是我给你挑选的礼物，希望你喜欢。不用了，我手上已经有东西了。哎呀，你那个地摊货真的多地摊。我觉得这个手表挺好看的。好看有什么用？贵才是对的。你看我这个手链，只有这个配不上千千玉石。这个是我老公送给我的。哦呦呦呦呦呦，怪不得戴上散发出一股青春气。你的东西啊，我是不会要的。哎，哦，天物，这么好的东西不识货。说什么呢？你懂啊，先生，您懂这个手表？我来给你看看吧。好，哎。便宜老卖了啊！你这个破手表只值几块钱而已，装什么？这个是我老公给我的。他很爱你吗？这块表价值300多万。什么？不可能！你够了，家伙！真的来的，老疯子！天灵，300多万，赘婿送的，不可能！是啊。这也太夸张了，但这老者也不像是骗人的。这块手表是李氏圣皇集团独家拥有，一位男士只能拥有一块，寓意着一生只爱一人，叫璀璨星。别吹牛了，这手表也就50块钱。我给你100块钱，你给我来一个。这就200万。什么？200万？支付也可以，马上支付，现金也可以。你看，这手表就100块钱，网上都有。够了，家伙！真的来的，老疯子！天灵，这什么人都能进来吗？抱歉了，我现在给你换个保镖。保守。挣了点小钱就对了，咱们也找不到身上的钱用干净。他说的是真的吗？上次公司谈成是你的对吗？你谁不知道你在同僚会上被李如当做扇了耳光，这是你的老板哪个不知？你就是李如的一只舔狗而已，甚至连舔狗都不如。他说的是真的吗？上次公司谈成是你在骗我。不，我没有骗你，我真的在李如面前说了你的好话。你有什么资格去见李如？李如现在就在楼上的包间，你敢去见吗？什么？我你给我解释清楚。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帮了你。吴姨，是不是不舒服啊？滚！我什么都想起来了，张哥，你给我滚！叶城，你在哪儿？我要见你。我想见你。
也得半小时才能结束吧。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帮李茹办点事儿。得了吧，还见李茹呢，就你，我还见欧思聪呢。你要是不信啊，你就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问问他啊。就你还叫他来呀？这么不欢迎你啊？要收拾饭收饭，去楼下收。哎，站住！真是个可怜人，你老婆给你戴绿帽子呢，快张合吃饭，你不知道吧？什么？张合？那张合吃饭？怎么着？要不然还给你吃啊？就你吃得起吗？他吃不起，吃得起、啊。李总，我这就跟他走。该走的人是你，狗面看人的东西，差点把我闺蜜给得罪了。谁呀、啊？叶城市贵宾。现在有人说你好，换人了。再也不敢回家里的居住的老张，他都没有工作啊。以后海市的公司不再有人招，现在都滚了。求求你了，是我眼瞎，我看错人了。再也不敢了，我家里有居住的老张，他都没有工作啊。求求你了。怎么了？求求你了。说的是真的。算了，反正他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那这就算你走运，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了。我看到就是他。谢谢你了，谢谢李总，我这就走，我这就走。走了，走了，走。别提张和，他就是个人渣，我再没说他名字了。啊，我还以为你们家那个可算长本事了呢，在二楼会请你吃饭。我敢，进去吧，在二楼。哎，站住！你在这干嘛呢？来的，这种场合是这样，轮得着你说话？你好，我要找个人，让我进去一下。可以，这里已经被李总和陈总包场了，没有他们的允许，谁都不可以进。喂，张哥，这儿的保安不让我进去。立刻就来。这个人是你前男友吧？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才会觉得这个合作难办。真的是我都瞒不过来。你最近应该注意休息了，不然影响工作了。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姐姐呀、啊！今天是谁生日？你们也来了？喂。在下。今天呢，台下的演什么意思？是吧？来的，这种场合他是这样。轮得着你说话？够了，警察。马上要竞标，要不是念在我们之间给了一段，我才不会。你的新欢是个神棍啊，拿这个罗盘能做什么？他，我认识他，他一直在新长街，他还好。第一集团的总裁被一个神棍给骗了。他那个店呀，开了三年，骗了三年。我以前去算命，他都是胡说八道。当时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力被封锁了。这真是太好笑了！第一集团的总裁被一个神棍给骗了。神不神棍呢？算算不就知道了？太认真了。知道我什么情况？喂，怎么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八成可能翻手机，别乱造。你叫陈华是吧？你，来，这金刚买了古董画，能不能拿出来瞧瞧啊？是。不过谁出门带着？你要想办个炮火？哎，就在你车底下。什么？他怎么知道的？怎么进来的？哦，助手放车上，我放了。哎，小刘，去拿过来。是，是那个车坐重了。我出2000万买了。爹，你小
行吧，你张嘴就来。姐姐，你小白脸真好。哎，我用我自己钱买啊。那我就是这样的。这行，好，好，我们一起抓进去。我马上给你转账，走。陈总，他真的跑路了。这付款账号是夏国秘籍王账号。什么？夏国秘籍王账号？陈总，这是什么呀？你到底是什么人？这是周乙，你知道他的身份。不可能，不可能，墨氏复仇早已失传了。那这得值多少钱呀？钱？这不是用钱可以买的。李总，请接电话。等会儿，你赶紧让我进去。真的不能让你过去，不然我找人把你开除。哎，快点儿！王总来了。王总，李总好啊，找老九洛神赋图啊，您可得看清楚啊，这是老九梦寐以求的真迹啊，没想到啊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那这得值多少钱呀？钱？这不是用钱可以买的。你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吧。谁发现的？英雄出少年呐，这是老九的名片。如果你想出手的话，找我就可以了。等等啊！我去，给我留下叶先生的名片。哈哈啊，找李总就好了。我这个人呐、啊，还比较看眼缘啊。哈哈，走，回公司。慢走不送啊。李总，怎么了？哎，哎，哎，老公，怎么了？哎呀，要过分了！哎，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李旭，李旭，叶先生，我们李总怎么了？他最近太累了，一口气松下来，昏睡过去了。医疗专队吗？李总出事了，快！叶城呢？叶先生急急忙忙就走了，留下一张纸条。李总，刚才放弃那个项目，那大项目是我们的了。真的是。这个叶晨真的是非常。叶晨那个臭小子呢？嗯，去店里了。我跟你说啊，没有湾区一号的别墅，我可不承认他是我女婿。妈，那可是三个亿的房子，你能不能实在点儿？安排一下。巴黎市集团名下的湾区一号楼房送给叶晨，作为这次对他的感谢。考虑那个。我们巴黎市场三亿的房子，说有就有啊，能不能够的？李总，湾区一号的别墅已经过户到叶先生名下。好好。你说这是叶晨吧？你说的得算多少人才能买得起湾区一号的房子？你努力，那可是三个亿的房子。今天不行。你去帮他去上班吧。我不压了，哥，先领你去。其实我这条件挺好的。咱妈说让你在湾区一号买一套房子。会吗？
20万一平，你说呢？哦。天呀，算这些也只能挣个外快。哎，等着李璐那个项目下来了，我呀就可以把你弄进去了。可是我已经有湾区一号房了呀。湾区一号3亿的房子，你说有就有啊？你能不能漂亮点啊你？不送了。叶先生，我们这边有一个老板请你帮忙。老板，我很忙的。就是那谢氏公司那个主持好像是陈医生是跟李医生大合唱队方经理抢走的。听说他都要被开除了。合同明明是我拿下的，为什么项目要给方经理？这话说的，都是一个公司的，给谁不都一样吗？在公司就得听从上级安排，出去吧。我看是有人用身体拿下了这个项目吧。你放屁！你嘴很真切。我们清清白白。项目可以给他，但是奖金必须给我。你想什么呢？一毛没有，马上你就不是公司人。什么？干嘛了？你被开除了。去去去！现在去收东西，滚！真气！好可怜呀、啊！没有工作，就养不起你那个废物老公了吧？叶师傅这边请。稍等我一下。总裁啊，早就跟方经理有一腿了，还能叫老板？真倒霉。哎，叶师傅，你等等我。哪个没教养的？保安，把他赶走。哎，稍等，这是我给你请的高人。哦，这么年轻的高人，这人其实是您徒弟吧？哎，不是不是，稍等，这是叶先生。叫他叶先生。别的不说，您上次开的药是真没用啊，我还是睡不了。哎，曹总，你忘记，那不叶先生来了吗？这么年轻，算了。再怎么着，已经给叶抢人工了。你说谁？神人，神啊！真乃神人，我感觉我像睡了3天那样。我错了，大师，对不起。你要答应我两个要求。什么答应你？你说。好，一，把吴仪接回来；第二，把项目还给他；这第三，给他涨薪30%吧。这不可能，这都说出去了。你要知道，欠一个风水师的人情。多少钱？我给你。我不缺钱。你要知道，如果哪天我心情好的话，说不定能帮你算算运势。好，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准备好厚礼，亲自给他道歉。调整官运不太行了，别来劲，我还让你夫人去。没有我老婆。哎呀，别不开心了嘛，别让你老公买一手房子。是，你们家那个又不说我倒忘了，自己不会赚钱，只会依附有钱人。两位这边请下，我去客房。你这是要赶我们走啊？啊，是的。我刚在你们这儿花6万，就这态度？这位小姐戴杜贵州的手表都没有意见。你看清楚了，就那一个房图。这个高仿可是仿图来的。哎呦，
要不你就拿去念一下。啊，你还来劲了你，就算是真的，也不值五百块钱。怕一会儿检测出来结果，把你吓得跪下。哎呀，我什么场面没见过？开玩笑呀你！说的行，走吧，行，我去喝点。那个永远的。喂，老婆，我到停车场了。啊？我怎么看到我们的车啊？一会儿给你一个惊喜。还好你刚刚没有查价，要是查到100块，我的脸肯定丢尽。妈，到了，还有时间。我在进出口呢。一会儿做保时捷，让你看看是不是成功男人。可是我有点急了。那个，我在这里等你啊。哎，我怎么没看到你啊？啊？两瓶奶酒。吴姨，您的手表借我戴两天呗。是，我手熟了。哎呀，您那虽是高仿品，可是如果不验的话又看不出来，挺好看。这个是我老姑送我的，很珍贵的。能有多贵一点？真谢谢。就是嘛，才戴两天，未来再给你买一个就是了。就借我戴两天嘛。哎呀。那好吧，但是你不戴的时候一定要放盒子里收好。好的。老公，你车呢？哎，你干什么啊？老公，这车是借你的。没买保险啊！你骗我！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那豪车几百万，怎么提不起啊？这没钱付，赶紧走！你们不能这样，我老公还在后面呢。管你费用老公那么多，我警告你啊！一会儿车主问起来，可别把我们说出去。你们放我下车，我要下去找我老公。我警告你啊，别打扰我老公开车，赶紧给他车去。放我下去！放我下去！别影响我们老公开车！行，哎，我就想吃这样的人，你手表还给我！抢的很，你还给我手表！谁他妈信你？我的手表！我的手表！等我下车！我的手表！小姐，你放心，我们会全力修复好的。拜托了，这个表真的对我很重要。这个表是叶城送给你的吗？是，他。哎呀，失敬失敬，是叶城夫人呐。小郑，换块新的得了，不用修。好的，刘总。您认识他？秦芷认识，我们是知心的兄弟。那说的话题多。好的。老公，怎么办呀？什么怎么？这车当天怎么是一部分？你是说手表怎么办呀？这都到了，那你呢？大美女都跟着飞了是吧？不会以为你们在海市可以逃得掉吧？媳妇，您没得罪钱，坏的是那些孩子的事。你得罪的是叶城的夫人，叶城是我的兄弟。可能是成名吧，叶城加入这三年的费用。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个，你撞那个车主，一会儿就到了。
什么意思？就是你撞的车是叶城的，就是他们撞的。可以，下手。叶城，刚刚那是你就是他们撞的。肇事逃逸，下手。我错了，我赔钱。不要，我赔钱。不然呢？我错了，叶总。我何必当初呢？叶哥，求你了。你别撞他，他有案底，这辈子就完了呀。叶哥，求你，求你，叶哥，他这种人就该吃这个教训。手表的事儿，我可以看在你是唯一给你的面子上。走，上车。叶先生，谢谢你上次教的动作，真管用啊。你修车期间，我会安排车辆接送你的。那就劳驾李总了。哎，客气，都是兄弟。又不在吗？今天都敲三次门了。你来做什么？你回公司吧，公司不能没有你。你昨天不是？昨天是一时气话。这礼物给您赔礼道歉。我就先放这儿。为什么？这是叶师傅的人情。我先走了。哎，啊对，薪资我会让人事涨30%。叶城，我老公。原来叶师傅是您丈夫。我先走了。哎。你干嘛呢？饭都做好了。啊！你把地方坐啊，老公。那湾区一号啊，快开盘了，到时候咱买一套啊。这不是李如送我的房子吗？妈，咱家没钱。没让你买，这房得叶城买。这上亿的房子，咱家真没必要。你懂什么？这事儿你不用担心了啊！等你拿出钱再说吧。要不别叫我妈。买房的钱咱家一分钱不能出啊！妈，那是上亿的房子，咱家真没必要。你懂什么？那是海市人上人住的地方，住在那儿，以后孩子都赢在起跑线上。妈，这事儿你不用担心了啊！等你拿出钱再说吧。要不别叫我妈。妈，你干嘛呀？不用打地铺了。哎，小张啊，听你妈说你在海湾一区下了定金。哎呀，多大点事儿，这点小钱不算什么。这可是上亿的房子，真是年少有为呀、啊！阿姨，我上班去了啊。妈，切，李氏集团的恩人也不怎么样啊，连辆车都买不起，还要老婆开车，切。哎呀。老爸，这大清早的怎么有狗在叫呢？是你个吃软饭的在叫吧？你，哇，这是谁家的好车啊？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吧？李总派的豪车真准时。哎，老公，你别站在路中间。放心吧，他不敢撞我。一会儿是想碰瓷儿吧？哎，小豪。湾区一号开盘了，好，马上到。叶先生，李总有请。啊，老婆，我上班去了。哎，这不可能，这吕总亲自来接。真恶心，哼。哎，小红，湾区一号开盘了。好，马上到。
别墅的事啊，谢谢李总了、啊。小事，其实呢，这次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去。可以啊。李总，外面有客户在闹事，保安都不肯来，在这儿下去的话，影响我贵宾的。这种车，还有人素质？好，恭喜贺阿姨。你就给我留一套吧，我身份证都压这儿了，你就给我留一套吧。这要交定金才可以，您快起来。现在定制衣服来不及吧？我这里很对，可是24小时。是，我这就走。把这个人拉走，再有钱就要出。这拍卖会就要开始了，这么快？不过你这身衣服不太适合。现在定制衣服来不及吧？我的制衣团队可是24小时的问题。啊，这一千人的时间。好了，李总，办好事了，没问题。恭喜恭喜！我们的家属都到了，你的家属呢？我，你们先玩。呀，老公，公司今晚参加活动，你来吗？属下现在搞机关筹会，啊，好吧。这可真是人靠衣装啊！怎么？不认识啊？嗯，不错，那我们出发吧。李迅，先出去吧。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你工作的合同，我想呢，聘请你做我的贴身助理。喂，我就是帮你看一下风水啦，没必要搞这么正式吧？我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人。我相信你能够留在我的身边。可是我……哎，这样，这里有一张支票，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什么样的兄弟，谢谢你就行。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警告你，离李如远一点，小心我弄死。李总，好久不见，真是相见。田公子您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市最大的私人中医疗养院的继承者。哦。田白田先生也是一名医生。你好，你好啊。叶总。叶先生，叶城，哦，莫不是海市第一赘婿啊？哈哈，李总，你可小心不要被骗。不劳您多操心。来，哎呀，这头有点渴了。嗯。哎，那啥，带给李总来瓶热的。
我警告你，离李如远一点，小心我弄死。别再乱用主意，你不配。他是神算叶脉仪式的单传，就他。哎，李总，他可是自己摔倒的呀！你疯了！你这骂谁了？你推的？他不是赘婿，他是神算叶脉仪式的单传，就他。神算叶氏早就没有后人了，叶总，你怕是被人骗了。哼，信不信由你，我们告辞了。李总，拍卖会还没开始，怎么提前走了？肖老，下次的拍卖会我们断然不会再缺席了，只是今天我们有点事情先告辞。爷，你怎么了？爷，我是医生，我来看爷。谢谢田公子，田公子要上门救我爷爷，我必有重谢。哎，住手！住手！住手！放下，把针放下！这针千万不能扎，扎了老爷子今晚就活不了了。我才是医生，你算什么东西在这指挥我？把针放下！这针你要扎下去，老爷子必死无疑！哎，小心我废了你！田公子，你先去。哎，你这针扎了是老爷子的气血啊！你要扎了，必死无疑了。你怎么了？医生，快叫医生来啊！我说了，这针不能扎。闭嘴吧你！都是你诅咒的。小姐，麻烦你去叫一下，麻烦你去叫一下车。啊，好。劳宫穴、太阳穴，双针齐下，捻动三心。走，让我起针。啊什么？快动手啊！没事了。田医生，医者仁心，医术不是用来逞威风的。嗯，你的运气到头了。爷爷，您好了。谢谢田医生，谢谢你救我爷爷。刚才是谁救的？是田医生啊，爷爷，是田医生给您针灸的。不，不是你。可是刚刚就是田医生啊。是啊，肖老，就是田医生为你治疗的呀。田医生，你是怎么治疗的？我刚扎了人中穴。你差点害死我！我还对那个劳宫穴和太阳穴下针了。你确定是劳宫穴和太阳穴吗？刚才还有谁？那个有李总和他的一个手下。你叫他回来，快去快去找，快去找。我们别听，你要找谁？你告诉我，我带你去找好吗？劳宫穴和太阳穴同时下针，这是夜视神算。一门独特的血脉疗法，不是他们这种普通大夫能会的。刚刚和李总出去的那个人，找到他们。神算叶氏重出江湖，他日必定震撼下河，我们不可怠慢。田公子一世高手，小老先生一定是误会，我的妖魔已经
姐姐，你看看。哎，哎呦，哎，快点肉吧。哎，真神了，不疼，厉害厉害厉害，过奖了。哎，真好，过奖了。你就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对不起妈，今天我是真的有事儿，下次我再好好陪你，好不好？你就去陪你的李总好了，你干嘛还来哄我？这个叶城又出去了，真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就挣这么一点点钱就出轨了，听我说话了吗？听见了，赶紧找叶城出轨的毛病。完了，把他揭开出库，拿着蔡监管买个别墅去。妈，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哎，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你听着啊，今天家庭聚会，赶紧跟大家亲戚借几个钱，把那房子买了，一天拖拖拖，一天一个价。你听见没有？知道了。什么？没什么，就是之前聚会挺丢脸的，那这次。没事，没事，有人吗？哦，他是谁呀？这不是我们大公律师吗？你是吗？不懂，人家那叫节俭。你什么意思呀、啊？没什么意思，我腿不舒服，放一放不行吗？哎，一个整天跟着有钱人会吃会喝的人呐、啊，不应该让你上桌，不应该让你上桌。哎，这是我给奶奶买的高端茶叶，让你这个土鳖、啊。开开眼！这些茶叶沫煮茶叶蛋都不配。不要装懂，大晚上神神的事儿，他拿这东西还能有假？是是是，那是没有听懂啊！闭嘴吧，他嫌丢脸不够吗？妈，叶城他。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刚刚才给我保住过的。哎，妹，人家天天盯着首付会，看不上我这些茶叶也正常。谁让我这做生意的，比不上那个卖屁的呢？谁让我这做生意的，比不上那个卖屁的呢？奶奶，大家叫谁来了？奶奶啊，我给你买了上等的好茶叶，叶城啊非说是假的。啊，好好，果真是极品好茶叶呀。叶城啊，人可以窝囊，但是你不能因为嫉妒而胡说八道，你给我出去。奶奶，医生他不是这个意思。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奶奶？你再向着他说话，跟他一起滚！你这个扫把星，拖了我女儿，立刻滚！妈，你干什么？你看，你们他给我离婚，立马离婚！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心吧！走，跟你走。不好意思，由于系统出错，给你们分配错了包厢。
今天的消费给各位打七折，现在请你们离开。什么七折？我们家上面的钱吗？我们可是上流家庭，你们酒店怎么这样待客？先生，这个包厢不是你们这种家族用能用的。妈，什么意思啊？你们不走是吗？喂，体制的包厢来几个打手，这里有人赖着。这玩什么？敢这样对我？我管你们是谁，这个包厢肖老先生点名要用，你们能和他老人家比吗？在这里能尊称肖老的还能有谁？谁？事业只有他能做到销售。那怎么办？干嘛干嘛？是不是我要来？阿祖，慢点。请问是肖小的爷爷肖老先生吗？劳驾您给带句话，就说叶城一家人在此相聚，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有见多行？你认识肖吗？那叶城，你他妈又耍什么花样？你是想整走我们全家吗？还没撵走，对不起，马上处理好。是你，不好意思，肖老，我不知道你在这儿。马上走，马上走。没想到肖勇也在这吃饭。肖老近来身体如何呀？好多了。麻烦小友也能帮我再看一看，彻底治好了。还不快巴结叶先生？那个叶先生，你今天在这里吃饭，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给你订一个总统包厢啊，今天所有账都记在我的头上，再给他们上两瓶好酒。是。哎呀，叶城，这么没事你认识香老啊？这。哎呀，我是他大姐，我们对叶城可照顾了。那个叶城，你看你姐现在我还没工作呢，帮忙介绍一个呗。没问题，明天来上班就行。哎呀，谢谢啊。那这麻烦小姐了。那我们就不打扰叶先生用餐了，我和爷爷就先走了。我以为你跟那肖老有多牛了，还是那破事呢。我劝你啊，还是别骗人了。怎么以后肖老知道你是骗子，还连累我们大家？啊，骗子？别连累我儿子。你胡说，叶芝他不是这样的人。哎呀，真是我们家的车就好了。拉倒吧，你们家的，你们家要买这个车啊，还指不定要赔多少富矿财。你胡说！胡说！叶城他除了吃软饭、骗人钱，还能干嘛？当初就不该叫他叫。大家不用羡慕了，那就是我的车。你还在这里胡说！安藤新一版都是你的车。叶总好，叶总。您的车已经换新了，牌照也已经上好了，我们总裁吩咐过了，您的车只要有任何一点磕碰，我们都会立刻换新的，请您放心。哦，对了，车上还有五箱珍藏版的茅台，是我们总裁的小小心意，请您笑纳。哦，对了，车上还有五箱珍藏版的茅台，是我们总裁的小小心意，请您笑纳。辛苦了。那说了那咱们一个人啊。车，哎，我这边的酒够买你车吗？切，拉倒吧，你别谁的？哎呀，秀红啊，你这个官可不一般呐，这回你就相扶吧。哎呀，侄女，刚才的事你就别计较了，都是亲戚。走了，各位。叶城呢？
爬出去了。刚刚听我朋友说，现在有人专门租车雇人演那种苦逼戏，咱们呀都被骗了。哎呀，谁呀？没有长眼呀？哎呦，叶神医呀！曹总，曹总，上次的病啊，多亏了你啊！小月，算算手吗？曹总，最近财运不济啊。哎呀，是啊。我家里出事了，急需一大笔现金，今天过来也是想求李总收购我公司的，可惜李总不同意呀。哎，这样，曹总，把公司卖给我。啊？嗯。小月，以后公司就交给你了。高平，高平啊，见。这位啊，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算叶先生。刘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已经找了一位大师了。叶先生这么年轻，还是算了。你这大师是这可是刘家的真传，刘大师刘一品，他在京城是百挂百灵，一挂难求，我可是花高价钱把他给请过来的。我堂堂十算叶家真传弟子，拜师龙虎山大长老，群走江湖数十年，从未失过手。你个黄口小儿，凭什么说我胡说？你的法号是什么？在我面前还敢冒充神算叶家？啊！你是不知道，你只知道，哼！告辞。叶先生，叶先生，你是好好商量嘛，我可以再给您加一倍的功德箱型。贫道慈悲为怀，今日就帮你。多谢大师，多谢大师。哎，快离开那儿！马上离开那儿！你离开这儿，不然十分钟之内必有危险。够了，你不要再闹了。即便你是李如带来的人，我今天也不会放过你的。高小姐是财运大涨之年，有什么的危险？我看的是大吉。人命关天，我懒得跟你说。哎，我来。你啊，快点。啊！天哪！你这个神棍，你差点害死人，知不知道？啊！高小姐，你的工地虽然不是荣兴之地，但也算得上是块聚宝盆。可惜啊，工程挖偏了，离这盆上戳了个洞。这破洞之处呢，就在这儿。恰逢你生李希。血光引导，你形成血煞。那个你怎么知道我是生理期的？高小姐，言尽于此，告辞了。啊，那个医生，你别走。叶先生，快帮我看看爷爷。什么呀？小姐，今天看我不能。300万。不是钱的事情。实在不行3000吧。你看我爷爷这么帮你，这么信上你的份上，你救救他吧。萧总，萧老爷病情太重，这个先生来历不明。你们都给我出去！我每年花这么多钱供你们养你们爷爷的病，还是不好，都给我滚！
叶先生。这就可以了吗？小姐，实不相瞒，今天我真的进不了医校。为什么？必须要过了10年以后才行。怎么，是钱不够吗？你想要多少告诉我，都给你。如果不要钱的话，人也可以。哎，我。爷。别动！搞什么？想害死我爷爷吗？肖总，肖老再不趁机，心脏就不行了。你要想让你爷爷活下来，听我的。肖总，肖老太不开心，听到？你要想让爷爷活下来，肖总，你要相信科学了。我出去。从小是在军区大院长大的，别想给我耍这些花样，小心我弄死你。我用针把肖老的武器封起来了，现在就相当于一个隐形人，用牛头马面都装不上，简直绝技。佳怡，你刀可不是这么玩的。劝你到了12年就能救他。爷爷，你没事了吧？叶先生，你快来看看我爷爷。按八刀禅，这不是死人压蛇的东西吗？这是汉代的八刀禅，应该是死人压蛇的东西。爷爷刚才吐出来，这玩意儿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爷爷嘴里？而且在你爷爷嘴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真的多谢你了，你不会是叶氏的传人。至于这玉蝉，我会去亲自调查清楚。能画上玉蝉的人实力估计也不简单，你要小心。嗯。爷爷没事吧？爷爷已经没事了，我就先走了。答应你的3000万，我会转给你的。再说吧。你怎么才回来啊？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你不能喜欢别人。你怎么才回来啊？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你不能喜欢别人。别走，别离开我，别离开我。他昨晚都没回来吗？叶城做的，你说叶城租车有钱装逼，你说做这个清淡，谁吃鬼才吃。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嘛。我知道叶先生能力高强，
看不上这些俗礼。我呢，就是一个做房地产的，别的倒没有，房子的确是有不少，日积月下来。那你想看什么呢？您看我这个解决方案。多少出来了？看看。叶先生，您看这个解决方案合作，如果是您觉得这个报酬不满意的话，您看看。如果是您觉得这个报酬不满意的话，您看看，看我这个人。办法是有的，在你工地上建一个水池，然后再放一个石龟，这水能聚财，乌龟镇财，形成龙龟吸水之势啊，就可以破解了。就建在那间的破洞之处。啊，太感谢叶先生了。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有什么事情不要给我打电话。董事长，刚刚监督局通知我们，检查通过了，可以继续动工了。叶先生，不愧是大师啊！这解决方案一出，卡了我半年的项目就解决了，成了。对呀、啊。曹总，这个是……我现在不是曹总了，你现在可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了。小叶，以后公司就交给你了，我就交给你。谁知道你的工作是怎么了？这段时间去了不少人吧？钱董事长亲自委托，我在这家公司最大股东，是董事长。我希望你啊，以后好好安分守己的工作。所有人都知道，我自有办法。喂，老公，今天曹总突然把股份都转给我了，还有股份董事长。天哪，吴董在吗？请进。总，今天下午有一场就职宴会，另外顺便晚上还有一场就职的宴会，大家都邀请了是吗？你有要邀请人吗？把那些安排。就职晚宴是吗？邀请我老公来吧。好的，吴总。哎，好。听见我吗？我听到了。下午我来你们公司的。哎呦。没见过被戴了绿帽子还这么开心。他可是的。方经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少装糊涂了，谁不知道你吴姨是什么家底？你老公他呀，就是个赘婿，一下子买下公司这么多的股份，还成了董事长。你坏了，坏了就有坏，你给我说清楚了。我什么意思？你不清楚啊？小林，吴总，你这是干什么呢？啊，曹总，这是我老公叶成。啊，曹老板，见过。曹总，我们开始会议吧。好，等一会儿。这个啤酒摆件啊，
还是当时我收购公司时方经理的父亲送我。这个摆件市价500万，现在转送给你了。你干什么？你他就把我带傻了吧？这里是我爸花了500万买的，你敢摔他？我摔的就是他。这种害人的东西你也敢拿出来啊？啊？害人？谁不知道貔貅他是招财的？怎么可能会害人？貔貅是招财的。那是因为他只进不出，而这只貔貅嘴巴被封住了，啊，屁股上就开了一个洞，只出不进。把这种东西放在公司，你不是害人，你是什么？胡说八道！乔总，这是你的东西，你说怎么处理吧？这个多少钱？我来赔就行。你赔什么？要赔也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来赔吧。据我所知，这个公司每5年就换一次老板，而你却一直屹立不倒。这个摆件你一定送过很多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这些漏掉的财气又被你用到哪儿去了？无疑，你这个靠身体上位的女人，管好你的老公。什么东西？我怎么跟你有一腿？他怎么可能当上董事长嘛？这谁不知道？够了！叶先生，事到如今，我不能再替您隐瞒了。其实收购这家公司的就是吴仪的老公叶城。这真的吗？啊！真的。来啊，想给你一个小惊喜来着。啊，张经理，无意之财会遭到反噬，我等着看一点点。零，902，救命啊！走，妈出事了。别动了。那个，你先把车开过去吧，我们走着过去。好的。这是李欣先生给您的手表。哎呀，哎，妈在那边。妈，我去。妈，你吃吧。妈，刚才我们停车来着。停个屁车！别以为我不知道车是你租的。哎呀，懒得说你了。快，我们赶紧去上班。妈，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急事，原来就这个事儿啊。哎，不是，哎。妈，你先放开人家。哎呀，大家快来看看呀，服务员打人了。这位女士，您看好的那款别墅呢，刚刚已经卖掉了最后一套，真的没有了，十分抱歉。妈，你先放开人家。哎呀，大家快来看看呀，服务员打人了。这位女士，您看好的那款别墅呢，刚刚已经卖掉了最后一套，真的没有了，十分抱歉。没天理了，我订的别墅。今天在这里吃饭，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给你订一个总统包厢啊，今天所有账都记在我头上，再给他们上两瓶好酒。是。李欣，你不是和肖老李如认识吗？快。妈，我已经买好了。真的是你买的吗？是啊。这可是富人区的别墅，是你个小废物能买的吗？张先生，您的手续已经办好了，可以随时入住了。原来最后一套是你买的。吴爷，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是跟着我风风光光的住这大别墅呢，还是跟着这个窝囊废穷死？张和，我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我报警已经很仁至义尽了。张和，我跟你说，你的所作所为，我帮你抓你已经很仁至义尽了。别以为拍会儿就没事，早就找人治了。来人！
吵什么呢？岳先生大驾光临，也不是先送礼的，不好迎接你啊。我来看一下我房子什么样。放心，都给你办好了，小心。等等。啊，我来看一下我房子什么样。放心，都给你办好了，小心。等等。看着很舒服，是吧？叶先生，原来你在这里啊？这位是？这是我的妻子，吴仪。高平，先生，请你先去。哎，想死人了。高小姐，这位啊，是我老公，自证。吴小姐，何必这么紧张呢？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了，你说是不是？哈哈哈！哎，高小姐，这是什么关系啊？哈哈。叶先生，请走了，我们再来找你啊。叶先生，房产证拿好啊！哎呀，这哎，你这不是你买的？这楼盘最贵的你买的别墅，你怎么破费了呀？李总说了，再贵的别墅也比不上您叶先生。好，我送你回去。好的。原来真不是租的。啊，看清了。小程啊，你到底给李总做了些什么？给你这么大个别墅？说。说。手表。我要你永远做我最璀璨的星星。你睡啥？啊？你说你睡啥？怎么了？你不愿意啊？不愿意拉倒。啊？妈妈，今天辣死别给我死孩子，还快滚，别我再看着。李如，是你逼我的，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求大师出手，我愿用我的全部身家换李如和叶城那两个贱人身败名裂。没想到这个黄毛小子竟然救了李老和小老，真爱之。玉蝉，貔貅。最近出了这么多用邪物害人的事情，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联系？哼，